手卢广仲为配合新书宣传，八日一早便化身导护义工到台北一所国中指挥交通，更亲切地向路过同学打招呼，不少同学也纷纷拍照记录着难得的一刻。一向热血的卢广仲先前曾发起早起吃早餐活动，甚至还曾想挑战清晨办演唱会。今日他7点钟就到达现场，在接受简单训练后手持指挥棒上阵，指挥起来有模有样。接受访问时，他透露以前自己也当过交通小队员，但今天首次拿指挥棒还要吹口哨，真的有些紧张。虽然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有担任过陆队的有当过陆队，但是这次算是第一次拿就是指挥棒，然后还要吹口哨，算是比我平常是拿那个旗子的，比那个在上一个等级，我觉得对蛮紧张的。但是师妹魏如萱日前爆料，卢广仲很想体会恋爱感觉，他自己也曾放言喜欢个性像妈妈的热情女生，也不排斥姐弟恋。而下周即是白色情人节，问到他有什么计划时，他就尴尬表示还在忙新专辑，看来女友人选还没有着落。就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对，但目前在写歌，因为今年会发专辑，夏天。